你到底是不是儿子？你不是吗？哎，这家不是你来啊？这家不是你来隔壁啊？我就知呀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变丢丢了，还给我三个疑点两个。在书桌对，有吗？有吗？在书桌上。我都没看过2000块的钞票。2000块没有？2000块没看过。嗯，我是给你，给你这张。嗯，我问你啊，哎，1000我都没看过。我问你啊，因为我是纯正的2000。你今天1000块上面有几个小孩？嗯，4个吧。是有吗？我不知道。是2000没条。应该是吧？不可能是做假钞票。是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这颜色不一样哦。吹一下。怎么样？钞票不一样。这个家里藏假钞哎。假钞票哪里不一样？这1000呢？没有，这看得出来是硬的。硬的。哎，这个是真的。号码，哎哎，真的号码一样，号码都一样，你看，号码都一样。后面，找到了，那真正的原因不是假钞，对，少一个假，少了一个假。啊天哪，钞票被找到了，完蛋了，钱吗？我去看一下。哎，不可能吧？两位，我去拖他们的时间一下。对对对，跟他们聊一聊，叫他们再唱一首主打歌。哎，小孩。小孩怎么整？楼上还有吗？不能讲。哎，不然告诉你还有没有？那楼上可以上。只能说人人有机会，个个楼上没有。应该是三层楼。哦，那没有。那我啊，那下去看一下。玉琉璃，你手放在这里，你会觉得有手会麻。不行，没有。其实我只想先洗个手而已。啊，好热！你多弄一点，你把手放进去一点，会觉得刺刺的。哎，真的有。然后我觉得刺刺。你把那个嘴巴放进去的话，哈，你的歌声会更好。那你够了，被行窃。没事，没事了，随机。不是玩剪刀石头布。不会玩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我觉得这边可能还有，这边应该还有，要剪进来。哎呦，什么嘞？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摄影机往这边射，是。他在看那看那个摄影机，他在玩摄影机，在这里啦。他在看那摄影机，摄影机倒了。感觉这里没有一点，都没有，没有。对呀，什么都可以，就是别在我身上打假。这个，哎，哦，啊，舒服，哦，哎，哦，舒服，舒服，哦，用力，用力，哦，哎呀，好舒服。这边有条线拉进来。没有，老板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亮宇，我们还有多久？还有23:02。哎，奇怪，九总说要去拖延他们，从头到尾没看到九总，他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是造型吗？这两位，才输定了，输定了。那我觉得我们这样开始打歌好了。剩下三个鱼总，一个人对不？哎，差不多剩下两个鱼，两个人左右哦，20分钟哦。对，时间已经过去一半多了。哎，你们剩下的12，还有两个人没有找到。交响不是了，还有两个人没有找到哦。啊！还是下楼啊？下楼吗？你想想看，人的体积，对不对？人的体积，人有体积，人有体力啊！不要抬机器，没有一台看到他。躺在床上，他躺在床上。哦，这个巴拉真是的，你看他跑去吹冷气啊！假公济私，人有体积。很有体力啊！果然是室内设计师。其实我本来真的做室内设计，那为什么会做室内设计呢？因为我们都会知道这些木头的材料在哪里不应该用哦。像这种呢，我就觉得有点太薄了啊，穿在穿在穿在。嗯，我刚刚有试过移这个，对，移不到。要吹，要吹一下，吹一下，要让这些要吹一下。哇，好厉害，吹哨子还有和声呐！怎样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拆了。哎，1、2、3。哎！
啊，你小胖还不够可怕。不小胖你怎么？好了，小胖被抓到了。哎呦，好，剩下一个人跟两个一点。找到了。哎，原来那个地方很好找啦。那个板子看着颜色差那么多。对呀、啊，马尾草被找到了。6万块就应该是靠我这个啦。这边有相机，有摄影机。可是刚刚那边也有啊。他有去照那个，啊、照那个，他这样子照。就是你更重要的这个角度应该有。对，你要翻。天哪，你这次越来越厉害。能翻过去。对。怎么办？宪哥的裙子里面，是一条红色的内裤，太绿了，契合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被哥哥，哥哥你好厉害哦！你看，还有21分钟你就被找到了耶！10分钟前你说去上面帮我拖延时间，5个镜头一个都没看到你，你到哪去了？老板娘发现你躺在床上，你去干什么？不是，因为我怕网友说我在那边泄露，我没有，我就躺在那边，然后那你要坐在这个地方，人家看到你啊，跑去上面睡觉，我睡觉被看到，很清楚好不好？这边找过了，我觉得这边没有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找到这个钞票，所以应该差不多了。走，他们衣服湿了。不管他，先走。哎，还在楼梯口。报告司令官，是，我再上去跟他们拖延一下时间 ，OK？ 我告诉你哦，舞台监视器一定要有你出现的，要跟每一台监视器打招呼哦。我知道。你知道在哪边吗？机器，我知道。Thank you。好厉害啊！123，要不要？不行，冰箱。这个房间我们用不着了。还有一个房间，你看漏了一个房间。这个奇怪的东西没有，有一个怪怪的人。那是吓人的，那没关系，那不是一点没有关系。那个是真的人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人呐。哎呦，太厉害了，先吹吧。啊，对，先确定一下是不是。好多东西，很会忍。姐姐反应很不大，我们要一起做反应。再来一次。现在开始用什么策略呢？声东击西，好不好？这招用得非常好用，因为他们能够。我看一下有没有怎样。窗会不会扬？应该没有了吧？不是，而且你这专辑哪里做？专辑在美国制作。哎，看到内衣。这你们跳楼上，我们跳楼下。楼下有反应，楼下有反应。他们就快发现疑点了，怎么样？刚才他们在找柜子的时候，就快要，下面有一大声的哇！等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酒桶又不见了。没看到人，总干来讲，都不见了。我说请他跟一台监视器，他都没有打招呼啊，都没有，都没有看，我去帮你偷看。你去帮我偷看。好，去看。不用，别，不用，鞋匠会露馅，他们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自己去看。好吧，待会我跟每一台摄影机打招呼，我请他回来这边坐。好，大家要跟我打招呼啊。好，你先从洗手台。等一下，我的武器。我的擀面棍。时间剩下16分钟，哎，赶快，你们两个一组的。俊杰，哎，俊杰。